这个是原来就有的，这一点点，哎呀，颜色没点，来对比，一样的，跟之前对比，这是以前的，这是现在的啊。是以前的。对，没问题，没变化啊。嗯。看看它的术后病理。它之前呢是6×5，现在6×4。对，没意义的。他这边的，他主任，他这边的。他这边呢已经检查了3年了，对，没变化，对，没事。那个右边的也是最早期的，切了就好了，嗯，没事。我是想问，我要备孕，它一般多久？现在就可以呀，都正常，那他复查都是什么时候复查？你要备孕，你要怀孕就不要复查了。备孕怀孕就不用复查了。对，但是现在就没什么事，对吧？是是是。那他这边如果这3年都没变化，是不是要1年再复查一次啊？对，是不是一年复查都可以，但是你要怀孕就不要复查。我就害怕怀孕的话，他那激素刺激会不会？不会不会。谢谢。好吧。好，谢谢。